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七号在万象会见了正在老挝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朱马里说，中国是老挝亲密可信赖的朋友和战略伙伴，老方愿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梁光烈表示，中方愿与老方携手努力，不断推进两国防务领域的务实合作。